第22题，力宏走在冰岛结冰的湖面上，突然发现脚下的冰层即将破裂，此时他该采取的应变方式为何？我们的选项 A 大步的奔跑，选项 C 双脚用力向前跳跃，选项 D 单脚向岸边跳跃，都会增加我们对冰块的施力，会增加我们的压力，使冰块更容易裂开。只有选项 B 就地趴在冰面上。这样才能够增加接触面积，减少压力，减缓我们的冰块的破裂，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向岸边移动。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此时它该采取的应变方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就地趴在冰面上，慢慢地向岸边移动。